都有可能。是，有点越位的嫌疑，但是这边裁判呢，好像也没有判。嗯。杨启鹏出来之后呢，也有点大意，觉得这球我假晃一下把球放出去，没想到从另一点不停脚，再加上场地呢也比较糟糕，杨启鹏转身那下呢也没蹬上力量，好球，好机会，哎，漂亮！莫雷诺真好，对，这凌空射门打得一个脆，非常漂亮，2-1，43分钟的时候，上海申花追回一个球，这还是得益于曹云定在左边路虚晃突破，他一直在抬头看，然后在跑动中左脚搓传，这比之前的右脚领球之后斜大小的斜传送后点效果要好。是，在中路第一下，尽管没有形成恩里克的直接头出破门，但是曹阳这球顶出来之后，比亚特里向回一让，也封堵对方出击的路线，同时莫雷诺跟上很漂亮的凌空射门，反弹之后直接起脚攻门，打得真漂亮。在天津泰达的后腰防区啊，没有一个人回了，所以边后卫上的这几个人呢，都是轮番上去来顶。曹阳顶过来的时候，你是稍微慢了一点。